你说啊，对了，这里恭喜小杨哥在中秋来临之际把网友们呼声最高的美城月饼打下来了。我今天就破了美城黑松露牛心奶黄月饼。他们家的这个非常高的高级黑松露月饼。牛心，你知道黑松露多贵吗？让我来感受一下黑松露。蘑菇啊，黑松露啊，这就是黑松露啊。蘑菇啊，这就是黑松露啊。我有一次带你去吃炒饭，这个人家那刮了几下，我真这一份饭多少钱了？这么样，200块啊，那就200块，饭挺好吃的。两层啊，一共8个，你们三家多少钱？就三家，就在店里面买，238，一盒238。米其林星级大厨师，黑珍珠星钻大厨，今天我们免费服务。加油，牛皮月饼里面有8个，每个都有礼盒，多少点？189，上车。昨晚大洋嫂来到直播间，为了证明自己不怕老婆的大洋哥，亲密的在直播间与美女品牌方互动。那有人说什么我怂包，我怂吗？看大洋嫂并没出现的大洋哥开始彻底放飞自我，怎料下一秒大洋嫂就出现在了直播间。叫你别吹别吹，非要吹，真烦，这么烦。随后就在带货完中秋茶叶高档礼盒后，部长教训的大洋哥又帮美女品牌方脱起了鞋子，这下恐怕真的回不了家了。中秋送礼还有什么东西呢？茶叶农品的精选茶礼大红袍，这里面是袋装的，非常方便啊。20包，看好多少钱啊？99。来，再来给兄弟们来一盒花香小组，也是好红茶，这好好的红茶，一共两盒，28包。哎，要不要加？也加，很肉肉贵，一共28包，也99。再来个肉桂，成本哦，39.9啊！上车。喂，我帮你震一下，我帮你震一下，来吧。日本我给都不会给他的。看过疯狂小杨哥直播的粉丝都知道，兄弟二人有着极强的民族情结，更是不止一次在直播中倡导支持国货。我们要支持国货，国货才能走向世界。不仅如此，就连是鱼干如命的大杨哥发现刚刚入手的鱼干品牌时，他的做法也是圈粉无数。小日子，而得知有粉丝想要一款好用又实惠的洗面奶时，小杨哥直接将自己在用的娇润泉带到了直播间。就在介绍完洗面奶后，小杨哥的一番话更是引得网友纷纷点赞。3个月卖了快400万单的娇润泉的洗面奶第一了，赚钱了。娇润泉为什么今天没有明星代言，光靠一个就是七老板他卖，是不他玩的就是成分。七老板先给我介绍一下，它是植物和氨基酸的双体系复配，从15-16岁反反复复长痘的，到20岁水油不平衡的，到30岁、40岁、50岁、60岁的，通通都可以使用。就这支洗面奶，我师傅用完，我师傅跟我说好用，然后我问小杨嫂，小杨嫂说，哎呀，真的感觉毛孔里面那些油痘跟给挤出来一样，就是你会感觉它把脏东西给你往外带，油痘肌有种你洗完澡之后，然后又有人给你搓了一下背，那种干净清爽一身轻快的感觉，然后干面皮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也不紧绷，300块钱之内的洁面，它是天花板，500万单了，谁撒谎谁今天就是小狗。它有80%的油痘肌选择了24复购，70%的干敏肌也选择了24复购，而且不含任何的表面活性剂，不含任何的什么防腐剂、乱七八糟的酒精，什么都没有。孕妈妈、哺乳期屏障受损的油痘肌、干敏肌、特殊肤质，通通都可以用。我们是三九一折，69两折，直接上车。我们能力也大，我们回馈的一定会不会让大家失望。这能力更大了，我们会帮助更多的人。这个。要见面结吻的小傻，原来舔一个人久了真的会成功，网友们纷纷猜测乔妹已经沦陷了。就在带货完秋季3件套后，乔妹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直呼太甜了。咱们这个衣服因为换季，衣服今天价格非常实惠，质量也非常好。我今天给到你是3件套啊，冲锋夹克，表面防泼水的，双拼的颜色的，非常暖和，非常好看，连帽一体的，帽子可以抽绳的，里面有个袋子的，袋子带拉链的。我今天再给你加一个打底的，秋天可以直接穿上身的啊，半高领，双面绒，这边刺绣的，然后拉伸感非常好，不易变形的，很舒服。很柔软，我跟你讲，你穿的你只想窝着就不想脱下来了。这裤子直接给你搭上，重运动裤，你看看，至少也得7-8次。它这个做到都不勒肚子的啊。上面是我们的一个配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市场价296一套，给你196，139，上课。
钱，像换成他衣服都比较划算，等到真的入秋了衣服又开始贵钱。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新设计新打版，都是新货，不是去年的库存，也不是去年的款。我喜欢这种，都表白了一晚上了，兄弟们都没听见。女孩子啊，有的时候就是矜持一点，不要太那个笨。你一晚上我都记录了一下，你说了十次了，我爱北哥。把小杨哥给我岔出去，以后不然还来我直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戚老板如此大发雷霆？原来是有网友调侃戚老板是平平公主，参见平王。你们真的不要太过分，我这个衣服他嫌不是那么简单。今天兄弟们说，每一次他都找衣服的原因。今天还有一个说我都开到肚脐眼了，也啥都没露出来，荷包蛋。哎呦，我这玩笑归玩笑，杀人诛心就不太对了。结果师傅小杨哥又火上添油，给戚老板找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助理。今天来了个新助理啊，对，说是给我安排个新助理，我还不知道是谁啊。哎，薇薇到底是谁？他们都在说薇薇啊。薇薇有自己的特色。薇薇，你怎么来了？谢谢，老板让我来当助理。谁让你来过当助理？老板？谁？大哥讲的。把小杨哥给我岔出去，以后不然还来我直播间。兄弟们。我昨天还觉得我师傅说我这样穿出门安全，他是会说话。我今天才发现他侮辱我，两极分化了。刚他们说你是我的五倍，是不是一天不止啊？微微，你是那个啥吧？你穿睡眠了吧？微微，你是穿睡眠内裤内衣了吧？你就说穿了能怎么样呢？就在带货完娇润泉洗面奶后，被师弟嘴哥的评价直接暴击，生无可恋。男生用的洗面奶，男生女生都可以去用它。我现在就一直用这个洗面奶。对，这个洁面我们自己都在用。兄弟们，这个洗面奶是真好用。对，我的妈！杨弟儿当年的皮肤，这是一年前，去年吧。你瞅瞅这，你看，你看这个粉刺。兄弟，这叫脸吗？你看我现在。真的好用，哎，这个确实好用。就这支洗面奶，我问小杨嫂，小杨嫂说，哎呀，真的感觉就是它毛孔里面那些油都跟给挤出来一样，就是你会感觉它把脏东西给你往外带。这个洁面它是植物和氨基酸双重复配的，200针的洁面天花板。这个是13-14岁你反复长青春痘的，包括像20多岁水油不平衡的，包括我这个年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就全家老少都可以去用的。它洗完你那个毛孔那个透气啊，你自己能感觉到，尤其是油痘肌啊，而且不含任何的表面活性剂，不含任何的什么防腐剂、乱七八糟的酒精，什么都没有，不到3个月，对吧？400万单，它的回购率太高了。它回购率是高于新粉购买率的，回购率太高了。就什么意思？就这支洁面，你拿到手可能用了2-3天，然后你就开始再回购了。而且这一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会有任何的痣痘，所以大家放心。它一开始是99块钱，这我师傅愣生生砍成39块钱。39一支，60有2支，买60有2支啊，因为2支好一点。我跟你说，我师姐那个身材，在我们三只羊所有女人当中排这个前面和后面都一个样。